队在亚运会的第一个进球有啥的感想？重要的是，除了第一个进球以外，我们打出了良好的配合，大家在一起训练就是比较累。放平心态，然后希望能进球嘛，然后希望能帮助球队去拿这场胜利。出脚那一下，你是不是觉得就有戏了？当然是有信心嘛，但是也没想那么多，还是把训练的东西打出来。希望在这个比赛当中可以继续进球，氛围特别好，感谢球迷们吧，就是这么热情，然后给我们动力，然后希望下一场继续支持我们，我们也会继续。我觉得我怎么样的话，球迷就是主要是用我们的体能是在他们上面，对我们更多的去压迫，希望比第一场更好吧，然后取得更好更多的胜利吧。球迷先帮他喊听到吗？啊，听到了，很热，然后感谢球迷吧，希望后面更多的人来支持我们。今天晚上。